关。Excellent， 过关过关，谢谢，太棒了，期待你棚内演出。今天参赛者中的另一个 Michael 也通过了评审的考验，他们会在棚内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Hello， 评审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31号的赖炫豪，来自世新大学观光系。我要模仿的是《我爱的人》，他已有热爱人。大家好，我是Yoga林宥嘉，我要介绍我的生命周期。从小大家都说我长得很像鱼，波妞波妞波妞沙卡纳诺克。长大后，我开始立志向，我要成为美国的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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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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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, like bab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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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, I thought you'd always be mine. 接下来长大以后，有人说我因为沉溺于酒国，我变成了安公子。蛮像，蛮像。快点来找我喝酒啦！哦，不要再开玩笑 ，S 姐，我一点都不像阿凡达。长大以后，我觉得更年期到了，要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人。我要当 I can give you Gatsby 来不及 Gatsby 老年期也到了，我要成为一个灵魂升华的人，灵魂出窍期大法师。呼呼OK， 谢谢，很有趣啊！恭喜你过关了，但是这段表演很精彩哈、哦。可是如果你在舞台上表演这一段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很多这个 hooker 这个钩子的部分哈、哦，可以再让它勾得紧一点。可是你刚刚有点太紧了，所以这个紧呢，其实不是像你这么粘在一块儿，对，中间还是要有一些分际，有一些空档。那么我很怕你这个完了以后，你的下一段是什么？所以你自己可以先预备一下。下一组，今天早上我要开车的时候，转开我的收音机，咳咳咳咳，嘘，阿公甜丁睡，甜丁睡不进，嘘，原来爱情还是要跟别人比谁有，嘘。大家好，我是孙悦，孙叔叔，欢迎来到孙叔叔的轻音乐。本周音乐进榜的有林宥嘉。黑我的那一个，想我的那一个。这个小不错，小伙子真的不错。哎，第二位进榜的是王杰。忘了你，忘了他。谁能够告诉我，我是否付出太多？哦，这个小伙子也不错哦。第三位是我们的伍佰老师，他带来的歌曲是《穷穷穷》，就是我本人播唱《穷穷穷》的主打歌。穷穷找谁电话的心跳，最美的当初感激的理想，比我顺啊！哎，我又按了一个灯了。好，对啊，这个。我觉得很微妙，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他表演，我觉得他有进步了，所以我都没有按灯。然后之前比这个还不像很多，啊，今天王杰至少还不错，还有那个收音机的。但是我觉得回去还是可以再练习一下。还有一个孙叔叔实在差太多，过关，但是你要好好加油。洪建杰，这位参赛者勉强通过了评审考验之后，紧接着二位参赛者也安然的过关。但是接下来这两位参赛者却惨遭评审的淘汰，下一位参赛者能不能够安然过关呢？来，你好，我是23号。23号， hey, 好，那我直接开始。你要模仿谁？我要模仿，等一下我模仿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OK， 谢谢。来，好，千千万万的准备，换来片刻的掌声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子乾。哎，台哥啊，台哥你有来啊？我是小郭啦，嘿，啊，刚才呢，很多人都在模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模仿本来就是我的表演了吧，所以我今天带来我的一项才艺表演，嘿，啊，这个才艺20多年前，台哥你也有看过啦，啊，等我转过去，这个表演就开始，好。
来来来，今仔人坐坐坐，拢甲围我来围我来，我今仔抬出来来甲遮，古早人看到乌的叫乌蛇，看到白叫白蛇，人讲登山出名哦，台湾出大蛇，台湾五毒蛇，饭车车来旧甲花百外只啦，今日两尾蛇来相加，加输的两个台，哇加加加加，哇咧加加咧，哇加加咧，那。哦，来，好，爸爸加输我咧看啦，好，你有看无？啊，这蛇苗台，好，对着两条血管甲咬落来，甲咬落，好，你看这血敢若水倒水滚滚流的，有无？你会有这样无？你会有这亲无？你会啊？这样这亲我，你有啥毛病拢无啊？啊，顶个我睇台子啊，蛇先有只阿伯个，恁袂？啊，这蛇咬人的死啊，所有恁都唔得马上跳伊。我讲唔是，这叫做以毒攻毒，我咧预防性过治疗。日本医学博士研究成功，比黄金更值钱的毒蛇药，每公分美金300外块，单合台湾片12000几块。人讲千年古万年蛇，才知影这尾蛇毒性可能就你巴肚内去。啊，这尾蛇会变安怎卖？这尾蛇会爱卖你300无？免，爱卖你200无？免，50块卖你，佮加条蛇皮丸送你来，安尼有人买无？啊，你黄家千笑到安尼，你买无？不啊，阿伯还我改丁啦。哦，好，那我的表演结束了， okay, 谢谢，非常好，过关了，好，过关了，很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同类见，加油。想不到这个咖啡一份20年前的东西还可以过关，没有，因为我个人觉得说，我终于听到有一个有口条的，而且他这个口条，我觉得也超过郭哥了，不知道是郭哥年纪大了，还是记性不清楚，还是他比较对。聊聊聊聊聊聊聊句聊句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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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，各位乡亲父老啊，各位要来相亲的父母。今天来到贵宝地，今天来到这贵宝地，我们不是来打圈，也不是来耍红戏呀，今天不是来秀怕，因这贵的都是要来呼吸。依然，谢谢淘汰，燃烧生命的表演让评审笑翻了，燃烧吧火鸟。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苗，把你燃烧，把你燃烧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那个还有没有后面的？七头还不在。啊，你给到对。魔王大到了海选，连林书豪也来参加。Hello, I'm Jeremy Lim. I'm back to Taiwan.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回来到台湾呢？因为呢，我刚拿到了东区的 MVP， 所以我就向 Coach 请了一个荣誉奖回来这边比超级魔王大道。我希望我这次荣誉奖回来，你们会很喜欢。我也只能 thank。大家好，我是许纯根，今天要带来的是国际娱乐新闻。阿公眼镜脏，太太看陈娘，举着纱窗说蓝色蜘蛛网。究竟本周两位外籍人士在台湾掀起的风暴何时才会结束？我们看一下美国专业评审评论。这真是太有趣了，我的朋友派大星，你知道吗？ Jeremy Lin 和我都是黄种人呢，哈哈哈哈！真的吗？他真的是黄种人吗？究竟林书豪在得了20分之后，马总统召见，是台湾人，还是网络盛传的他是韩国人？让我们继续看看另外一则报道。这个时候，叶组长眉头一皱：“吴棍阿贝，你是我今生的唯一，这世上没人和你比，比温柔，比大方，比可爱，爱爱爱爱爱爱。”嘟噜噜噜，过关，谢谢，过关了。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曹喜泰？超像的，之前上那个康永当家的时候，那个康永哥有说过我有点像他，蛮像的，谢谢，恭喜你，彭内健，谢谢。
小朋友，嗨，弟弟，你要模仿什么？口技，口技，好，好，加油，好，周星驰，来，你才是笨蛋呢，哈第二个是愤怒鸟 ，Angry Bird， 黑色那一只哦，好，好好，继续，还有小鸟声。哎呦，还有老鹰，过关过关了，过关了过关，但是呢，但是呢，大姐有一个工作功课要做，到时候来电视台的时候啊，你要把它编排成一个故事，好不好？比如说有一个人走着走着遇到一只老鹰，然后弟弟来做配合，你这样可以帮弟弟加很多分。说故事，好，哦，好棒哦！来下一组，你好。哎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苏禄顺，大家都叫苏炳。那我是这个庾澄庆的学弟，他是电机科的，我是公管科的。啊，现在庾澄庆气势如虹，有如排山倒海之势。不用介绍说你跟谁认识，哦，不用，因为我们重点是在表演。对，我基本上跟你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要按插的可以按的，是吧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个，让他先自我介绍到什么程度嘛？听一下，听一下。好，来来，啊，继续继续。没有，就是从小喜欢模仿一些秀场的歌星。好，对对对，请开始，谢谢。好，模仿高凌风先生《蓝色的火鸟》。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苗，把你燃烧，把你燃烧。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苗，把你围绕，把你围绕。如果你是那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苗。把你燃烧，把你照耀，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火鸟，直到天长，直到地老。可不可以稍微短一点？就我们还想看你后面的东西。怎么那么好笑？还有其他人吗？只有一个人。还有啊，还有，还有，林峰先生。好，林峰。我林峰。林峰，林峰，欢迎收看八仙女乐。这个东北神宝，人生貂皮乌拉草，船歌，微风呀吹着我的船帆，船歌呀随风荡漾，送我的日夜是你的我的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那个林峰可以结束，还有没有后面的？还有，还有，好了，我们再继续来。贵金发，好，贵金发来。哦，郭金发 ，OK，好，贵金发大家知道，很好，很好，来。七头人来把赛，好。啊，你记得对。阿妹，那敢有真话，好人心惊惊。少年一时一，默默的疑问，渐渐的相思，七头人的悲哀。好，谢谢，可以，因为再唱下去可能会没有办法播出。对对对对，台哥才是老经验，知道说什么收该放都知道。谢谢，好，你还夸奖评审，谢谢你来。这位参赛者，你的表演非常卖力啊，但请你不要气馁，再接再厉哦。Hello， 各位评审，大家好，我叫谢明哲，那我今年21岁，从高雄上来的。要模仿谁？那我今天要模仿的人物有鲶鱼哥、柯震东跟黄立行。好，加油！今天我们欢迎第一位来宾，欢迎金马奖最新人奖得主。